我现在说的是以往的。我当然也知道啊，你现在就是怕他跟冰川两个安怎嘛，对吗？所以你怎么会说是我不对？你之前跟冰川说是我自己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你心肝来真不好，所以我现在才会开放给你听。美华，我们做查某人的哦，当然啦，是会烦恼自己的翁婿，跟别个查某人来接受，然后去爱着别个查某人啊。因为这是我自己哦，够人生悲惨的经验的。如果不敢买，哪有讲哦？有你这个翁美华，对吗？所以讲你都要学我啦，看较开的，较大方的，安尼我保证啦。咱的查甫人绝对会安安分分、老老实实，袂做对不起咱的代志。爸，你紧来给我倒找。是你，你来创啥？总裁，找无物件信，真歹势啦。阿姨嘛唔知影讲吼，你的斗争以前是乱中有序，所以唔才甲你斗争秘过。不过你放心啦，伊真好教，只要甲伊教一遍，伊绝对袂阁犯同款的错误啊。唔免啦，伊放等下就倒转来。总裁，阿姨放伊感觉真为难，所以我唔才过来甲你参详，是毋是会当互伊继续踮伫个市中遐？安怎？是毋是伊放唔肯倒转来我遮？嘛不是安尼讲啦，阿姨只不过是食咱的头路，要甲伊调去倒一个部门，伊要哪可能敢有意见啊？啊，只不过是咱安尼走令世界，甲人一日啊要搁调过去，一日啊要调转来，安尼看伫个公司所有员工的目睭内，恐惊毋是真好啦。什么叫做调过去调转来？这个人事命令我完全拢唔知影，请问我是干着啥？我都还袂怪你大主大意。好啦，你先莫生气啦，无唔对。这个人事命令完全是我的主意，也毋过我只是进前看到你对伊望真不满，我毋才想讲，非得做你的秘书嘛无偌久，就总共甲伊换掉，嘛袂去影响到啥物工课，所以毋才替你换的啊。就算讲我想要换，我家己会讲，无需要你加补。你是伫咧想起啥物啊？只不过是换掉一个秘书而已啊。而且这款代志完全是我的权责范围。你要调动我的人，绝对要先经过我的同意才会用的。所以你安尼做，虽然讲无偌宽，但过完全拢无一点仔办公室的规矩。我会甲伊放换掉，嘛算是要顾全办公室的伦理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迄就要看你对伊放是甚么款的意思啊。你在后边讲啥？我伫咧讲啥物？你应该心肝内真清楚。这么高差异，这样好，整个超人几十千员工都不准用女性就好，这样最好啊。像你这种这么无心的男人，你莫名其妙带着个人的情绪来管理公司，我请问你，你是要怎替我把公司经营好势？无你两个现在是要怎？老翁老母啊，你公司忍不住，而且门关起来，你是怕什么做啥？你给我点去！原来是两个在冤家哦。哎呀，敢会当借问一下，是为了什么代志啊？敢会当看了我这个大母的面子，我来跟你做公亲啊？这无你的代志。哪会无啊？副总裁，你来评理看卖。总裁为了我把秘书换掉，伫咧跟我结气。伊坚持叫我即马就把伊放调转来伊的身躯边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哎呀，拄仔好这件代志吼，我真了解大家的想法啦。安尼啦，我今嘛就徛咧场外做裁判。这认真讲起来，这个代志当然就是你唔对。是啊，我唔对。今嘛你无话讲啊哈？副总裁，你是有了解清楚无？我今嘛讲的是以往的。我当然也知道，你现在就是怕他跟冰川两个安怎嘛，对吗？所以你怎会说是我不对？你之前跟冰川说是我自己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你心肝内真不好，所以我现在才会开放给你听。美华，我们做查某人的哦，当然啦，是会烦恼自己的翁婿，跟别个查某人来接受，然后去爱着别个查某人啊。所以讲，咱就会来放宽，这是真自然的心态，这我会当了解啦。
不过，你若是讲哦，为着要防疫，连秘书都爱你来决定，啊，若无就是趁冰川无滴的时阵，给伊换掉。这我就爱讲你无风度、无百肠啊！你先听我讲完。你哦，这个世界上有两项代志是我都做主的啦。第一，就是咱的后生要娶咱无介意的事；第二呢，就是咱的翁婿在外口有查某啦。这都袂输敢那天公伯哦，要落雨，咱无都做主同款。而且是愈提防愈会出代志哦。你一定要小心哦，因为这是我家己哦，个人真悲惨的经验。啊，若无唔敢要老公哦，有你这个翁你看对。所以讲，你都要学我啦。看较开的，较大方的，安尼我保证啦，咱的查甫人绝对会安安分分、老老实实，袂做对不起咱的代志。冰川，你讲安尼对无啊？当然无唔对啦。吴总裁，我若做唔对啥物代志，请你直接甲我讲，莫安尼一直甲我看。我著陪陪陪，看你到底有偌水，看你偌好。看你是要生后生，还是家己人放假使？我问你嘞，你敢知影你先哪会去让人吴总裁身躯边甲你调走？吴总裁，我唔知影。你免你甲我提起，哪是讲？可能是叫我甲总裁安怎？你看，你根本就是知影嘛。又敢骗我讲你唔知，可见你是心肝内有鬼啦！你咧笑想总裁，笑想要做第三个太太？不是，副总裁，我对总裁绝对一点仔意思也无。我听你咧骗笑的，人咧讲无风不起浪啦。你若是无这个意思，谁那做你副总裁去调动你的职务，会走来跟我斗？我真是无，若是做你副总裁有看到啥，也是有听到啥。那都是总裁家己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你讲是总裁一厢情愿？无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要表明，我绝对唔敢，嘛绝对袂甲总裁有公事以外往来。你敢把代志好？即马是总裁咧乱讲，要爱你当伊的身躯边做秘书，我是为着要两全其美、心思属性，我敢袂当无你当人？啊，唔过，啊唔过啥？总裁是看介意你讲话拢安尼吞吞吐吐是？有啥话袂紧讲啦？当去做总裁的秘书，工作方面是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私人方面，我若是唔肯配合总裁，我惊讲真紧就予总裁死透了。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负责栽培你。总裁若是甲你辞掉，无紧，我会当甲你调来我的百货公司，予你做高级干部。有我这句话，你应该会当放心吗？感谢副总裁，我知安怎做。即马上要紧的是，你千万袂当让总裁知影我予你压力哦。啊，若无恐惊，另外就无法度看你。安尼你有了解吗？我了解，感情是了解。你唔通想讲，你家己卖带你操练就好。我是有法度予你伫台湾拢找无头路。副总裁，我即马完全了解了。